大家好，我是 Pola。 那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玩一款波场上非常有名的博弈类游戏 Dicebet。 首先我们打开 VenaPi APP， 可以看到 VenaPi 中不仅有应用的推荐，还有钱包和多种实用功能，而应用中也分为推荐、专题、游戏专区等多个部分。我们在应用中点击游戏，这里就是波场游戏的集合了，感觉还是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呢，找到 Dicebet， 点进去就可以开始啦。玩法是这样的，我可以拖动进度条，比如说拖到60，然后点击 roll， 如果出现的随机数字小于60，我就赢了。也就是说，我选择的数字越大，胜率越高，但是呢，赔率也就越低。其实呀，波场上还有更多更好玩的游戏，大家可以下载 VenaPi APP 来体验。游戏、交易所、工具、钱包，可以一次搞定哦。